拉兹，你怎么一点都不听我的话？我不是让你少备一点吗？如果下雨你怎么来的？就是因为下雨我担心你才来的啊。我不是让你少备一点吗？你分两次背啊，今天下雨路这么滑，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啊？不是，周哥，是那个下雨天收竹笋的要走得早。走得早，放下来我来背，快点。不是周哥，来我来，放下来，快点过来。新周周你休息一会儿，快。明天吃饭没有？那个收竹笋的老板今天下雨的话要走得早，没来得及去取。现在都中午了，明天早饭都没吃是吧？没事的，周哥，我不饿。你一点都不爱惜自己的身体。哎，今天我上来的时候给你带点吃的，你等我一下。来，拿汁，先吃一块面包。如果你不吃的话，等一下身体受不了。就是这个面包好好吃。真的吗？还是牛多吃一点。来，拿汁，把这个牛奶喝了。谢谢兄弟。没事，你先喝，我来背。放下来。主，要不我背吧，我怕弄脏你。没事，我来，放下，你先喝。来，我来。不是。哇，你小心点，你背得动吗？没事儿，你都背得动，还别说我了。喜欢喝吗？喜欢。喜欢就好。小心，你小心点啊。好。哦，小心啊。哦，大哥是大哥，没事啊，你们休息了，别收钱了。对，周哥，你在这儿坐着休息一下，我去接个阿姨，她脚受伤了。我跟你一起吧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我跟你一起，我跟你一起，走，我跟你一起。阿芝，你自己都这么苦了，为什么还去帮助别人？我还年轻嘛，而且这个阿姨她平常对我也挺好的。是吗？对。咦，阿姨都到这儿了。啊，这里吗？哦，你那个休息了吗？嗯，老子，你坐这。要叫你慢一点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来，阿芝，我来背吧。没事，周哥，这个亲阿姨打的不多。来，我来背。不是，没事没事，我来。等我来吧，你今天累了一上午了。你看，就让我来背。我来。好吧，你慢一点。哎，好。那我慢一点。阿姨慢一点啊。小心啊。没事了。小心。这个亲的周哥。啊，好暖和啊。周哥。哎。今天辛苦你了哈。辛苦啥辛苦啊？你说这句话就经歪了，我跟你说。就是今天这个阿姨她送了我一头腊肉。哇，阿姨这么好。对，我想的是你应该还会再来的，就会把我煮来吃了。你是期待着我来吗？周哥你饿了，我给你做饭。好吧。周哥，阿姨，我要把这个腊肉我们先煮一下，然后今天吃个腊肉炒鸡。哇，真的吗？对，我喜欢。那是你怎么了？没有啊，你怎么会这样想呢？那为什么我这么努力，我这么拼命的活着，我妈妈没有把我带在她身边呀？我也相信妈妈一定是爱你的，妈妈她可能有她自己的难处吧。好了，拉芝，别难过了，好吧？虽然你之前过了很多苦日子，但是我相信你后面的日子一定会慢慢变好的。哎，别难过了，因为生活它是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的人的，好吧？别难过了。好了，别难过了。今天我给你录一首，尝尝我的厨艺。今天我来弄，好吧？你会做饭吗？开玩笑，我做的可好吃了。好了，别难过了，开心一点，好吧？好。阿志，等一下哈，马上就好了。真的吗？等一下哈，好，拉子，快尝尝。等一下，周哥，你看，我还有一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荞麦饼。哇，看着挺好吃的吧？应该差不多了。哎，真好，小心点，别烫啊。没事，这个都要这样子吃。哦，好的。来，哇，烫！喊小心点嘛，来，我来，给我。不烫。我吃不完啊！哦，好的。哦，吃吧。好吧，来干杯。
谢谢款待哦。没有，知道你吃得惯吗？绝对吃得惯，闻着的香。我尝尝你做的。好吃吗？原来你深藏不露。开玩笑，我以前是顶级大厨啊，我跟你说。你遇到我你是有口福的。好的，好吃，真的好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哦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拉直，其实我今天上来是专门给你带东西的，我给你买了一些面包还有牛奶，一定要是吃，知道吗？你怎么又给我带东西了？哎，你平时不是都没时间做饭吗？所以给你买了一些。其实我过两天我就下山了。真的吗？对。哎，太好了，这段时间苦了你了。所以说这些东西你一定要去吃，知道吗？你看你都饿瘦了。身体是自己的，你一定要珍惜，知道知道吗？那我就先走了啊。走了吗？走了。那我送送你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走了。我可以的，我自己可以的，没事没事，我走了。拉枝，拜拜。周哥。嗯。一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好啦，我知道了，拜拜。哎，叔叔，今天我来就是想跟你打听个事情，就是拉子的妈妈她现在在哪里啊？你们还有联系吗？有联系，她嫁到那个狮子村了。哦，嫁到那边去了。对。哦，那我知道了。那叔叔我就先走了，你先忙。哦，不用了不用，叔叔我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坐一下嘛，你。我下次再看你，叔叔再见。好好。